好，接下来国会大现场要带大家来聚焦的消息了。来看到的是哦，最近的最新的一个政治，周玉蔻媒体杀人吗？陈耀祥 NCC 管不管呐、啊？好，这么夸张的一个情形，好，现在到底 NCC 做了什么呢？好，目前最新的国会大现场时间连线陈用。好，主播各位观众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资深媒体人周玉蔻是在节目上面胡乱指控前中国小姐张淑娟过去曾经跟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在金华酒店滚床单。那么昨天呢是气得张淑娟直接按铃提告，但是这个事件发展至今，大家都在问 NCC 人跑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在装睡吗？就是任由一个媒体人周玉蔻来这样子欺压一个平民无辜的老百姓吗？今天陈耀祥也来到立法院，但是面对媒体追问的时候，却是不断的闪躲问题。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我们想问一下，那个周玉蔻现在接到多少检举案件？您觉得目前来讲，应该有接到检举案件的啊？那几件处理？那您会觉得这是媒体杀人吗？您觉得这是媒体杀人吗？等一下，你觉得周玉蔻有落实查证的责任吗？所以 NCC 现在是在装睡吗？我们没有，我们就找。听到陈耀祥是证实，确实是有接到民众的检举，但是呢，接到了几件检举，他不愿意说。另外呢，面对媒体在追问说是不是 NCC 现在在装睡，他还直接说没有，会回去查证。问题是周玉蔻在找这个张淑娟人的时候，在节目上人都没有找到，这就是所谓他的平衡报道吗？那么现在呢，就放任这些周玉蔻直接在媒体上面杀人，而过去 NCC 面对中天的时候却是如此用力的开闸，如此用力的罚款，但是现在面对民事，难道就大转弯了吗？真的是坐实绿能你不能吗？ NCC 还是陈耀祥口中的独立机关吗？让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好，其实来看到的是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张淑娟这样子的，昨天浑身激动发抖，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心疼哦。郎祖筠现在就用一个字来表态，好，他认为周玉蔻呢，这个作为已非人了，是魔，而且呢是邪是妖，他送给周玉蔻一个字，哪个字？就是这个字。脏啊！好，为什么好是张淑娟被攻击呢？其实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因为张淑娟可能她感觉比较不会出来提告，挑柿子软柿子来欺负啊？好，谢寒冰还惊爆，张淑娟居然是被挑上的。请问，好这一些假设真的好是被挑上的话，故意来挑张淑娟，这个侧翼的背后盘算又是什么呢？带你来听听他们怎么分析。张淑娟是他们从名单里头挑出来的那个人啊？什么意思？也就是他们其实本来预设了好几个人哦，然后其中的那一个，另外那个当年也是被影射到很厉害，他们本来是要锁定那个，因为那个更有话题性，因为那个曾经身为政治人物，嗯，所以他们本来想要攻击他，但那个人已经提早知道消息就放话，你敢弄我们试试看，我一定给你翻回去。真的，我还有这一段哦。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才后来才决定要选张淑娟。为什么？因为张淑娟最没有攻击力嘛，柿子挑软的吃。对，那我问你，那他故意PO这个火锅照，高档火锅照是意味着什么？哦，这个其实他是要显示出老娘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还是爽爽过我的日子，你们又奈我何？其实他要显示这种东西。那我们也都知道这家火锅店真的是蛮高档的，对啊，一般人其实不要说吃不起，订都订不到。对，所以他就要显示出来说，我有人脉，我有关系，我日子过爽爽，那你们这些人被我欺负就是欺负了。好，真的是这如同这个谢寒冰来讲的吗？好，欺负故意挑柿子软的吃吗？其实周玉蔻惊爆当年跟台北市长柯文哲两个人，他自己说有密会哦，还调情，他说调情哦，这话一说出来哦，这个阿伯这柯文哲啊，惊讶到眼睛瞪得好大哦，好大呼冤枉，他说用调情这样的一个字眼，他真的是三个字吓死了。好，周玉蔻还狂轰柯文哲是个僵尸病毒，是个痞子流氓，被柯文哲大声跟讥讽周玉蔻现象，为我们台湾社会特有的情形啊，真的可以拿来写论文来探讨了。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正确价值。那沈慧虹支持周玉蔻，沈慧虹话都还没讲完，马上就被周玉蔻抢麦，地图炮早已瞄准炮口，对准柯文哲狂骂20分钟。柯文哲是魔鬼撒旦。根本是不入流的一个痞子，粗暴的一个流氓。我佛慈悲，阿弥陀佛。这也是台湾社会一个特有现象，就是说一个真的要开始写论文了，周玉蔻现象。
周玉蔻的现象还拿出自己的姓氏来对赌，直说没把柯文哲消灭于政坛就不姓周。兵来将挡，刀子进刀子出，你柯文哲给我看好，我不把你消除于消灭于台湾政坛，我不姓周。不管他姓什么，你觉得他姓我不行啊，这种都口水战，不要理他。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啊。有时候你用这个人啊去造谣打击你的敌人，啊，有一天他缓过来开始牵拖你的时候，你就甩不掉嘛。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了，用名嘴跟网军治国，迟早会遭到报应。柯文哲不想跟着打口水战也很难。周玉蔻在脸书爆料指出，柯文哲2014年与他密谈一小时，临走前调情的说周玉蔻不是花瓶这样的说法，柯文哲直呼吓死了。他用这个字眼哦、喔，对、啊、对、啊、对、啊，他在脸书用这个字。哦，要郑重声明，这个调情这个用字实在太奇怪了。不能接受这个调情的说法，我吓死了吧。看来这个情好像早已消失，想要留言祝福也惨遭封锁。就在25号晚上，周玉蔻还在脸书大方认爱，自己就是爱阿中，引来柯文哲神回，只有祝福。周玉蔻却指柯文哲是病毒，必须删除。这没有什么、啊，不要看就不要看了、啊。我本来叫陈自然跟他写说祝他永结同心，你知道，结果还说。陈志还是把它改成那个祝福而已、啊。周玉蔻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想躲也躲不了。记者郭向云轩台报道。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